假如给我三天光明，第三天，第三日的清晨，我依然会怀住新生的喜悦，再次迎接升起的朝阳。我始终相信，每一双沐浴在阳光下的眼睛，都可以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发现新的美景。在我的美好设想当中，这个是奇迹发生的第三日。当这一日悄悄落下帷幕的时候，我就将会重新回到去那个没有昼夜之分的世界里面。因为有太多想看的东西都未来得彻底，我没理由去懊恼或者去希冀的嘛。我将第一日的时间献了给我的朋友，那些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朋友。在同样匆匆而逝的第二日，我用了自己的眼睛饱览了整个人类的物质与精神进程。现在我就要回来现实生活中去享受平凡的一日。在我有限的记忆里面，没有其他东西比纽约更加忙碌的了。我想回入那个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跟随他们的脚步去熟悉一下子陌生起来的城市。纽约就是我最后的一个目的地。在长岛宁静的森林中，有一所属于我的乡间小屋，那里繁花似锦，绿草如茵，有着城市里面没有的诗情画意。附近的小路旁不时传来妇人和顽童的嬉笑吵闹，这些不单止没有惊扰原有的和谐宁静，反而增添了几分乡间独有的温情和欢愉。这一处是不错的休养圣地，我的旅行亦都将会从这里开始。当我驱车从伊斯特河上的钢桥中缓缓通过的时候，不禁被河面上的风光深深吸引了。湍急的河面上千帆景致，大大小小的船只由远至近，人类伟大的创造力以及无穷无尽的智慧是几咁令人振奋啊。这些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生活画面让我无比欣羡。假如给多些时间我，我一定要花上一整日的时间在桥边眺望的。我将目光伸向远方，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摩天大楼，宽阔的堤岸，宏伟的教堂，整个纽约就好像一座从仙境中走出来的城市。巨大的混凝土建筑，闪闪发光的穹顶尖角，远如富丽堂皇的天神公园，而这一切不过是千百万美国民众平凡生活的一页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好像我这样，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事物青来有加。川流不息的街道上，每个人都是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，应该都没有人会为这些微不足道的景物回眸一试过。无论是壮美定是小巧，人们对于身边的美景总是熟视无睹的。我急不及待地登上了纽约市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。一位没几耐之前到访的朋友曾经向我描述过登上大厦顶端的感受的。我不想再通过人家的眼睛来感受世界，我要验证一下想象与现实的差距，亲自登上帝国大厦的最高处，俯视脚下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。我完全相信，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，那个对于我来说完全陌生的新世界绝对不会令我期望落空的。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四处游走，首先来到的是纽约市最繁华的一角。我处处留意与我擦身而过的人群，从每个人的神情中，我读懂了那些属于他们的故事。朝阳般灿烂的笑容总是令我快乐，令我感动。果敢坚毅的神情让我为之骄傲，肃然起敬。失神落寞的伤心人勾起了我的哀愁，我的同情。到达了第五大道的时候，我不再将目光局限在某件事物上面。我不想因为过于专注而与瞬息即逝的精彩失之交臂。在我看来，女士们流光溢彩的衣着就是一幅百看不厌的画卷。假如我是一个视觉健全的女仔，或者亦都会同佢哋一样去追逐新潮嘅款式，去计较细节嘅剪裁，哪怕只系为呢个世界增添一分色彩，我都会觉得无比嘅幸福噶。我会喺五彩斑斓嘅橱窗前流连忘返，单单系睇上一眼，亦都会为我带嚟莫大嘅满足。漫步于宽阔嘅第五大道上，我向住花园大街前进，一路上行下停下，我要去到贫民窟、工厂以及孩子们嘅乐园中一游。我还要去移民区行下添，去做一次足不出户的环球旅行。我时刻睁大眼睛，肆无忌惮地将所有目所能及的悲哀和幸福尽藏于心中。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，而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满足我孩子般的好奇心。生活中的事不乏快乐，又难免忧伤。
面对不幸的时候，我总是心怀坦然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那些不愉快的片段也都是命运的恩典。逃避痛苦只会放大不幸，只会让我们的心灵不再坚强，人生不再完整。夜晚又一次悄悄降临，逼近的黑暗在不远的地方虎视眈眈，随时都会夺走我最后的光明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三日的光明太短暂了，根本就来不及给我看完所有所想看的事情。不过我并不感到难过，在我脑海的深处已经盛满了幸福的回忆。随后的日子里面，当我再次伸手触摸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些真实的记忆就会立刻将我带回去永恒的光明当中。如果有一日你都不幸被厄运夺走了双眼，你或者会对我的安排不屑一顾，并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合理的决定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请你相信吧，当你的世界开始在黑暗中沦陷的时候，你都一定会专注于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东西，以便在失明之前尽可能多些保存对于光明世界的记忆。你会格外珍惜自己的双眼，珍惜映入眼帘的每一件物品。那时你的眼睛就会开启一扇大门，你将会意外地发现，原本以为乏善可陈的世界顿时间变得美丽动人。作为一位盲人，我愿意以自己的真实感受提醒那些不懂得珍惜视觉的人，千万不要浪费你们的天赋啊。请假设明天你都会变成好像我一样这样的盲人，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好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。同样的忠告也都适用于你的其他感官，假如明天就会失聪，今日的你就会努力聆听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，你将会陶醉于动人的音乐、雀仔的鸣唱以及乐队奏出的和谐旋律。假如明日就会失去触觉，今日的你就会尽情地触摸一切可能接触的东西。假如明日就会丧失嗅觉和味觉，今日的你就会闻尽每一朵鲜花的芳香，品尝每一种美食的滋味。请假设明日的你将会失去一切，你的全部感官也都会因此而发挥到极致。善用你的所有天赋，而且要感谢你所感知到的所有美好的事物。不过我都是觉得，在人类的所有感觉器官中，视觉是最能够引起快乐的一种。